欢迎各位收听安波足球快讯。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的报道，西甲球会皇家马德里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完成土耳其中场新星艾达古拿的交易。罗马洛表示，皇马正在处理最后的文书工作，以确保在未来一两日内完成艾达古拿的交易。皇家马德里向费伦巴治为艾达古拿报价2000万欧元，外加一些附加条款，包括20%的二次出售分成，另加一些税项和佣金。而年只有18岁的阿达古拿在2021年被提拔上费伦巴治一队，他在上赛季为费伦巴治在各项赛事合共上阵过35场，期间攻入6个入球，交出过7次的助攻。阿达古拿目前的身价估值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为1500万欧元。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好波唔等人，即刻下载 M 直播，收睇精彩足球、篮球嘅赛事。